我比我自己攞更加高興，咁都睇得到盡在不言中啦。呢次比賽佢哋真係盡心盡力，同埋有上佳嘅表現，同埋都要多謝啲運氣。咁喺度我衷心感謝香港市民對我哋嘅支持，同埋打氣。咁我喺度亦好衷心感激，即係國家隊、中國國家隊同我哋一齊訓練，允許我哋訓練，有今日嘅成績。 咁啊，當然多謝個人好多啦，兵種啦，係啦，咁啊體院啦，係嘛？最緊要多謝嘅係我自己啦，因為我付出都更加多，係啦。有咩同啲球員講啊？而家球員等佢開心原先講啦，而家講俾佢都聽唔入嘅啦，其實係咯。咁今場我哋香港隊變咗陣型，你哋覺得個作用有幾大？作用咪奇兵咯，出奇蹟咯。OK，唔該。